吃我饿了，我反吃啊。把它放上去煮起来，盖起盖子来。啊，吃的干巴巴，反跳真真吃的。这是老爸自己煎的腊肉啊，我们切几块放那个饭上面，就切这一块，好筋啊。全部已经切好了，看看你这个手，哇，已经熟了，把那个干巴放进去，把这个盖子给盖起来，打开火你吧，开了。哇，已经熟了，马上开吃，太香了。我们抓几块自己腌制的豆腐，配上那个罗锅饭，哇，这是我们自己腌制的，特别好吃。喂，豆腐饭怎么吃？香吗？有点香。